我到了，谁到了？王晨明珠，那女士，不是画家能够画出这么有水准的作品，那感觉很有价值。那、好棒啊！好棒啊，厉害，可以画这么好。好棒，好棒！哦，好棒哦！这个是蝉的叫声，这个声音叫做蝉的叫声，蝉鸣，蝉的叫声。啊，这什么树啊？可能啊，你看有一粒一粒的，可能啊，有一粒一粒的，有没有看到一粒一粒的可能啊，普遍树啊。